大家好，今日是4月7日，是礼拜四。咁样咧就系个大市咧又再回落啦。咁啊，首先先咧系弹咗少少，然之后再跟住回落嘅。大家睇啲板块都知道啦，只系得翻而家只系得翻三个板块系有上升嘅啫，其他都系见到有下跌嘅。银行同埋地产股咧都系跌得比较多，所以今日嘅市咧或者都会系要跌得再深少少啦。恒生指数的期货方面呢，在日线图上面见到的支持位就是2346这个保利吉通道的中轴位。